开经本126页啊，126页第一行，从第二个字看起啊，云何作想？凡作想者，一切众生自非生盲，有目之徒借镜日暮，当其想念正作西向，地观于日余暮之处，令心坚住专想不已，近日余暮状如悬谷。那么这个一段呢，是教给我们观想的方法。这个修观的原理原则，善导大师在这个地方啊，给我们开示得很清楚。必须要牢牢地记住，因为持名念佛呢，也是属于观想的一种啊。不仅是持名念佛，如果以广义的看法呢，可以说大小乘佛法所有一切修学的方法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这个正是佛在了义经里面所说的一即一切啊，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够圆融包括一切法门啊。那么这个他这个一段开示，在127面，我们上一回呀念到的啊，上一回念到的，一定呢要好好的把它记住。那么观想的方法，首先呢，佛告诉我们，凡是有眼睛的人。只要不是生盲，这个生盲就是畜生眼睛就瞎了，那他没有见到太阳的这个这种机会啊。只要不是生盲啊，都曾经见过日落，佛就叫我们呢观想日落的这个景象。那么观日落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就是叫我们修一心一回向一处一境界，就是修这个啊。善导大师在注解里面呢给我们说，他为什么不叫我们观别的呢？这第一观，观这个末日悬谷呢？大师说，这个里面有三个意思啊。他老人家这一段开示在128面啊，128面倒数第四行啊，我们从当中看起，叫问曰。这是假设一个问答啊，假设有一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体上情愿见极乐之境啊，上是前面上一段经文里面，为体系夫人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他愿意见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境界。
即至如来许说，佛答应他，给他讲，即先教住心观日，有何意义？佛是答应给他讲啊，为什么一开头叫他看落日悬苦？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开始很重要。大约这是善导大师的开始，此有三意，这有三个意思。一者，于令众生实尽住心直方有在，这就是先教我们把心定在一处，因为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西方，我们这个世界，诸位要知道不是这个地球，如果是这个地球啊，那问题就来了。我们晓得地球自转的，那往西方走，走到后来又走回来了，那西方到底在哪里呢？这是问题就太多了。佛讲的这个世界，娑婆世界，那娑婆世界到底多大呢？那从前人讲啊，是我们现在的银河系，现在黄念祖就是说它不是银河系，银河系只是一个单位世界，那个问题就严重了。那假如是银河系是个单位世界，那这个大千世界是100亿个银河系，是在娑婆世界的西方，不是在我们这个地球，这一个大世界，这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他教化的范围，是以这个来说的。那么观落日悬谷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这个太阳从西方下去，虽然不是娑婆世界的西方，是我们地球这个西方，但是使我们能够联想到想这个西方境界，是这个只叫我们一心专注。你不要怀疑，西方世界到底在哪里，茫茫太空到什么地方，将来我往生到底往哪里去，往哪个方向走，实在讲你用不着怀疑，也用不着操心，为什么呢？这一句佛号就是讯号，咱们真诚心诚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讯号，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念念感应道交啊，我们念一声佛，他那里就回响啊，保持密切的联系。到了那个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去，不比我们变方向啊！他来接我们，我们见到他，跟到他走就行了，决定没有错误啊！所以这里一定要建立信心。为什么这三个条件里头不可以怀疑，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不怀疑对往生会造成很大的障碍，心叫住心，直方有在，就是把这个方向指得清清楚楚。那下面说了，不取冬夏两时，唯取春秋二季，其日正冬初，直夕末。这个方向要正，所以他取在修观想的时候，要观冬这个春秋的日暮，不观冬夏的日暮，因为他这个角度偏差很大。说弥陀佛国
当日末处，直息超过十万亿刹即是。这个我们刚才是说了，不要不再多讲了。这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于令众生是指自业障有轻重。这个是也是观日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啊，因为你开始做观的时候，确确实实能够发现到自己的业障啊，这个业障轻重啊不同。那么关于业障轻重的相呢，在130里倒数第三行，自见业障轻重之相，业者黑障，这个是业障最重的，犹如黑云障日。你观这个落日悬谷的时候啊，看到好像黑的云彩啊，把这个太阳遮住了。其实并没有云彩，这个黑黑的就是自己的业障。第二种黄障，比较轻一点的。第三种白障，像白云障日一样。如果在这个业障现前，不要怕啊！这是讲做观的，我们现在不修这个法门呢啊，依照这个法门修，这个业障现前呢，还是个好境界。那平常不晓得，这一修行的时候发现啊，发现业障，这业障现象，你会也。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念佛人呢也有业障，也能够发现啊，不过不是眼见的。念佛人我们通常在一块共修念佛的时候，特别是在止境的时候啊，止境时候佛号停住了，坐下来了，虽然佛号停住了，心里面佛号不能断啊，口里面不出声音，心里佛号依然不断，这是功夫得力。假如在这个时候常常有两种现象，一种昏沉啊，这一直劲坐下去坐不了两分钟就打瞌睡了啊，这是业障啊。另外一种呢叫调取，就是一坐下去这个心里头妄念很多，七上八下了，心定不下来，这都是属于业障现前的相。那么有些人说，我不念佛的时候还不会，这一念佛的时候越念的妄想越多，其实你这个想法恰恰是错了。你不念佛的时候妄想本来就是这么多啊，是什么呢？是你没有念佛了，你没有觉察，没有觉察，这一念佛呢就忽然发现了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念佛念来的啊，这个要知道。那么发现之后啊，也不要怕，继续去念。对于妄想呢，不要去理会它啊，反正是妄想它其他的，我的精神注意力集中在佛号上啊，不要理会妄想，知道这个妄想没有什么妨害啊，不管它啊，不理会它，这样子慢慢妄念就少了，这个佛号功夫渐渐就得力了啊。所以这种现象几乎是每一个念佛人都有的。
不但现在人有，古时候人也有。那么由此可知，六道众生的通病啊。这是第二个意思啊，容易发现业障的轻重。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大师教给我们呢，这个打坐，我们现在叫打坐啊，就是加福坐啊。这一段呢，是在129年第三行。这个打坐一定要如法啊，最好呢要有人教导你啊，有人教你打坐，不要勉强啊，这一点同学们特别要注意到啊，年轻人比较容易学，比较容易，中年以上啊不要勉强啊，如果你不能做，不能做我们的他的这个真正的如法的坐双盘啊，像这个佛像这样子盘腿啊，双盘盘不上来的，单盘是一样的啊，单盘一样的。假如单盘还盘不上来的时候，我们叫挂腿坐啊，就是一般像你们现在这种坐的念佛也一样。绝对不是说一定要盘坐坐得好才能往生，那还有站着往生的呢。我们见了很多有站着往生的，他并没有盘腿坐的往生嘛。所以这个不碍事啊。是在讲这个盘腿坐坐得很如法，这种坐坐的时间长久啊，坐得很稳重。但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啊。那么这一段就是大师教给我们啊，这个盘腿要如法。这个重要的呢，在盘腿静坐的时候，这个他这一段教给我们呢，在129年第五行啊，第五行令身正直啊，这个盘腿打坐的时候，身体一定要直啊，要直。这个这样弯着驼背的人，这个不行，这个会受病啊，会受病啊。所以身体一定要直。我们说的这个佛像啊，这是标准的打坐。你看那个佛像的样子，这是一种标准的一个姿势啊。或口齿物我相近啊，这是必须要注意的了。口要合起来啊，牙齿不能咬得很紧啊，舌头呢顶住上颚啊，这次打坐的时候舌顶上颚。好处在哪个地方呢？这个地方讲呢，为令咽喉及鼻中气道相通啊，不但如此，而且是保持啊喉咙不干燥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基本的方法啊，你做的时候做的时间才能长久。那么有些同学告诉我，他的一打坐的时候身上就乱动啊，一个是里面动，里面就是身体里面有气自己能感觉得出来才动。另外一种是身体有动作啊，身体有动作，自己做不了主宰。凡是遇到这个现象，你就起来，就不要再做啊。为什么呢？这些不是你自己的力量，
是外面有力量在控制你。啊，如果你长期受他的摆布，我们俗话讲着魔，啊，容易惹上魔障。啊，我舍弃，我不做，我绕佛，啊，绕佛日就是我散步，啊，散步念佛，或者拜佛的时候念佛，都可以，啊，不必一定要做，啊，有的时候你说做个，10分钟、20分钟还没有问题，做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不正常了，你就不必做了，啊，那么还有这个。刚刚初学盘腿的时候，腿会酸痛，啊，酸痛的时候，当然你都要忍耐，但是时间不能长，啊，如果忍耐个5分钟、10分钟，啊，10分钟是最正常的，啊，10分钟以后腿就放下来，使我们这个时间呢慢慢的加长，不可以太过于勇猛。会把这个腿做坏了。那有很多人做的不得法，腿里头淤血，到最后把腿锯掉了。我们看到很多，这是做的不如法，所以这些很重要啊。那么这个里面，一面教你打坐，一面里面有观想。啊，这个大师在此地都说得很清楚啊。那么这些呢，帮助你入定啊，也就是帮助你心定下来。它主要的目的是在此地啊，心也定下来。这个下面有一段开示，我把这个文念一念啊。这个观想详细的方法了，大家可以看这个善导大师的开示啊。他是先坐下来。做到心定了，再开始观想。啊，想这个落日，啊，先想的时候，这个太阳很小，啊，你容易观察，啊，然后慢慢的时候，太阳渐渐放大，啊，小的时候观小的时候，还没有见到业障。到这个太阳慢慢快放大了，就会看到上面有云彩遮住了，啊，不甚清楚了。这个时候就见到这个业障现前了，啊，所以你看不清楚。有这种现象出，一定要认真修忏悔法，啊，忏除业障。啊，这个忏悔法131面第三行，啊，从当中看起，向佛形象啊，在佛菩萨形象的面前，现在一生忏悔50以来，乃身口意业所造十恶五逆四众。谤法禅体等罪啊，这是教给我们忏悔法，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啊，这一生所造的，过去生中所造的啊，这些罪障一定是有的。十恶无逆可以说只有轻重的差别，很容易犯的。四重
是只受了戒的人，啊，没有受戒呢，那就没有了。啊，这个四动戒就是杀盗淫妄，啊，你受过五戒的，这里面就有四种戒了。啊，所以这个四种众戒，是在家出家通通都有的，哎，都有这四条戒的。谤法，毁谤佛法，我们也常常容易犯。啊，虽然学佛了，我学的这个宗派这个法门，我会赞叹；不是这个宗派，不是这个法门，我就毁谤。通通是谤法之罪啊！所有大小乘佛法都是佛说的，哪有错误的啊？而是我们自己选修的科目不同啊，没有选修的不可以毁谤。哎，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禅体是梵语，翻成中国就没有善根了。这是略举我们所造的这些罪业，举这个几条，要细说呢，说不尽的。怎么个忏悔法呢？是不是要把从前所造的罪恶在佛菩萨面前再说一遍呢？不是的，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你把过去造作罪业再细细回想一次，跟佛菩萨说一次，你就又造了一次。身没有造，口没有造啊，那口要跟佛菩萨说，口也造啊。那身没有造，意造了，口造了，这个业忏悔不了啊。你要懂得什么叫真正忏悔，真正的忏悔是后不再造啊，那叫真正忏悔啊。从前做过，我以后不再做这个罪业了，啊，这是真正忏悔。所有一切方法都忏不了的业障，从前灌顶大师告诉我们，啊，灌顶大师是清朝乾隆时候的人。他留给我们的著作非常丰富，啊，他老人家在这个也是在《观无量寿经》的注子里头，啊，他的注解叫《观经之旨》，啊，那就是慈云观顶法师。他说：“所有一切方法，啊，一切善法，一切经论呢，都忏不了那个重罪。”念佛可以忏除，这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我们就明了了，啊，忏除业障是认真念佛。所以这里说，急需悲涕欲泪，深深惭愧，内彻心髓，切骨自责。啊，不要责备别的，只责备我为什么把这句佛号忘掉，为什么不能够认真去念佛，你的业障就忏除了。啊，而不是叫你去想象什么时候做错事，什么时候犯了罪，不是叫你搞这个。啊，这个就是过上加过，罪上加罪，啊，忏除不了的。啊，认真念佛。啊，忏悔仪还如前法，安心取经。啊，这是讲修观
修这个十六观呢，你重新再做、再观想、再修观啊。换一句话说，心一定要清净，这个境界才能现前啊，才能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业障消除的相，所以一定要勤心的这个忏悔，也就是认真念佛。那么第三呢？第三个意思在132面第三行三者欲令众生摄至弥陀一正二报种种庄严光明等相内外照耀超过此日二千万倍第三个意思在此地，我们这个世界光明最殊胜的无过于太阳所以叫我们观这个落日看这个太阳。西方世界，这是我们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上都读到，西方世界一阵这个光明呢，超过日月所以叫超日月光这也是与西方净土一阵庄严当中的光明相应所以叫我们从日观下手。下面一句呢，这个经文呢是观尘之相经文在126面既见日已，闭目开目，戒令明了。这是这一关修成了，闭着眼睛，这个太阳在眼前清清楚楚；睁开眼睛，这个太阳也在面前。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这个境界都现前，这叫你这一关修成了。如果你说是我不想的时候，太阳就没有了，必须坐下来想的时候才会现前，那不叫观尘，那叫达妄想。由此可知，这个方法的确不容易所以古人呢，对于十六观经读诵明白他的理论与方法，但是不以这个方法修行就是这个方法了。古德讲我们凡夫心粗，境界太微细心粗境细，不容易观尘于是大家舍弃这个方法了，都去持名念佛了都采取持名念佛的方法幕后是总结，是为日想明月初观。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
下面这个观想啊，都在这个原理上都相同。境界现前呢，心一定不动，心要是动了啊，境界就没有了。啊，心怎么会动呢？真正观尘，你会生欢喜心的。啊，一欢喜呢，境界就没有了。啊，这个欢喜心是欢喜心，就是你心动，动是迷呀，不动是觉。观这个境界相是在觉的当中啊，觉性现前所现的，迷了就不现了。啊，觉性才能够现这个境界。因此，无论什么境界现前，不可以贪着。啊，不可以贪着。即使我们念佛，念佛有的时候啊，见到佛像，有的时候见到莲花了，像这些种种瑞相，何时现在面前，或者是定中所见啊，我们这个定中啊，就是止境的时候啊，这个境界现前了，都不能够生欢喜心啊，一定要见如不见啊，决定不被境界所动摇，这个境界是好境界。这是瑞相。如果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心里面生着贪着，那这个境界是魔境界。啊，魔不让你心定下来。换一句话说，它破坏你的定功。啊，佛是成就你的定慧，佛是专门破坏，魔是破坏的。由此可知，古大德常说，佛与魔是在我们自己心里面变现的，不在外境啊。我们的心清净，所有境界都是佛境。我们心不清净呢，就是见到佛菩萨也是魔境现前啊，可见的佛与魔不在外面，在自己的内心啊。这个是真正用功修行人一定要晓得。我们再看下面第二观，在134名，看经文啊，第五行，次作水响，见水澄清，夜令明了，五分散意。既见水矣，当起冰响，见冰应彻作琉璃响，此响成矣，见琉璃地，内外应彻。这个地方是一小段，我们就先看这一段。这一段是第二观啊，水观。水观呢，
也就是十六观里头第二个观，大海界定。这是观呢，西方极乐世界的琉璃地啊，它这个地面呢是琉璃的啊，琉璃我们想不出来吗？看水界冰呢，就有一点像琉璃那个样子了吧？啊，都取它的相似相啊，都不是真的啊，都是相似相。水灌的方法呢，是用一杯水或者用一碗水。摆在地面前，啊，从这个地方，这个下手，啊，就观这个相似的相，这个修观的要领跟前面所讲的完全相同，啊，所以一定啊要记得牢牢的。啊，那么首先呢，是观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地体，啊，经上讲的琉璃，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人讲的翡翠。绿色的玉啊，绿色的玉，在这个玉里面也非常的珍贵啊。西方世界这个地是琉璃地啊，所以观这个大海界冰啊，那个形状啊，类似于琉璃地。它是透明的啊，所以下面呢也能看得很清楚啊，就是地底下也能看得很清楚啊，内外阴沉啊，佛在这段经文里面把这个地上地下的庄严都跟我们说出来了啊，我们这个地球下面是什么样子我们看不到，这地不透明的看不出来，西方极乐世界地底下是个什么样子看得清清楚楚啊，下有金刚七宝金床啊，这个地下有金刚啊，有七宝金床啊，床是高显之意啊，很明显很清楚啊，七宝这个七是表法的意思，不是数字啊，这个我们在大经上看到的西方世界的珍宝无量无边的，哪里只有七种呢？啊，所以这个七是表法，代表圆满，圆满就是一样都不缺，这个就圆满了。啊，七怎么代表圆满呢？七是讲啊，四方、上下、当中，这就圆满了。啊，所以它是。表圆满的意思啊，清琉璃地啊，这个好像琉璃地的上面，它这下面擎住啊，其床八方八轮具足啊，这个看到这个地底下了这些物质啊，它们这个结构组织啊。非常的整齐啊，严整。这些结构组织呢，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发现的，所以所有这个物质啊，它这个排列的方式啊，我们现在所谓的方程式啊，它这个组织。
也非常的美观，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观察这个物质这些现象，我们从一个物体把它分成分子，啊，再把它分成原子，发现它的这些方程式的排列不相同，啊，但是一见看到相当的庄严，相当的美观，总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原因在哪里呢？佛在大经上常常告诉我们，因报随着正报转，这一句话是真理，是定律。因报是环境，是物质，物质怎么变出来的呢？物质是随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换一句话说，你心清净，所变现的物质就清净；你心不清净啊，变现的物质就污秽。其实，清净跟不清净是相对的，都是从我们妄想分别里头变现出来的。如果跟你讲真实法，那是《金刚经》上说的清楚了，净佛国度给我们这个无趣杂居啊，都是疑惑相啊。疑是平等的，这个意思，今天我们的科学家逐渐把它证明了。世间一般迷人对于金刚钻、宝石、黄金喜欢的不得了啊，非常的贪爱啊。那个地上拿一把泥土，你就看清它了，不在乎。科学家又分析，那个金刚钻跟泥土是一个样的东西啊。没有两样啊，只是它排列的方程式不相同啊。基本的物质是一种啊，就是疑惑相或是组合。在《金刚经》上，你看佛在几千年前把所有一切的物质，他告诉我，所有一切物质是相同的，只是它组合不一样而已。我们这是泥沙的地。西方极乐世界琉璃地，其实基本的东西是一样的，你换一句话说，它的结构啊、排列、组织，一个就变成泥沙，一个就变成了琉璃，是这么一回事情啊。谁在组织呢？谁在主宰呀？它这个变化，心在主宰，不是佛主宰，不是菩萨主宰。也不是上帝主宰，也不是鬼神主宰，是你心地在主宰。所以你心清净，这个大自然呢，它这些组织排的，它自然就排成清净。你心地误会呀，它自然就变成误会。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心想生的，我们现前世界也是心想生的，西方世界是纯粹清净的念头生变现出来的，我们这个是贪嗔痴慢呢，善恶混杂的杂念变现出来的世界，就是这么回事情。无论是人事的环境、物质的环境，真实的主宰佛给我们一语道破。
我们明白这一个道理，明了事实真相，抵御一切诸佛刹土啊，乃至于将我们这个世界六道轮回的现象，我们会点头，会承认啊，知道这是可能的啊，可以接受的啊，这就是现在讲很符合于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概念啊，佛所讲的不违背现在科学精神的啊，知道这个能变与所变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变现的呢，非常的殊胜庄严，清净心变现的啊，在佛经里面讲啊，这个净业所感，这个所感是在讲以清净心变现出来的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假如你要参透了，会运用了，那你得的好处就太多了啊！眼前的好处，身心健康啊！所以我也常讲了，常常提醒大家了。我们人常常什么腰酸背痛了什么的，这个毛病都来了，那病从哪来的？心想生。你的念头不清净啊，这个就是疾病的根源。疾病是什么？是生理，这个生理里面的组织排列发生了障碍了，这就疾病嘛。怎么会发生障碍呢？胡思乱想啊，他就组织就发生障碍了。你心底要清净啊，一个妄念都没有。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就是金刚不坏身啊，为什么呢？它里面组织排列一切非常正常，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它怎么会生病？啊，如果你要不相信，你可以做一个数字上的调查，你去统计一下，健康长寿的人啊，妄想少；凡是生病的人啊，妄想多。你如果去统计一下，你把这个证实了，你晓得我跟你讲的话不错啊。所以你希望身体健康长寿，不衰老，你把所有一切妄念都排除。啊，最健康的念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啊，在念念当中无量光明无量寿，那就最健康的了啊。所以说真正念佛人，所谓真正念佛人，念佛心里头不夹杂，那叫真念佛，夹杂不是真念佛啊！不夹杂不间断了，他哪有不健康哪有不长寿的道理啊？一定健康长寿啊，一定幸福美满，这种佛法里一定可以得到的，这不骗人的，也不迷信啊，不是什么佛菩萨威神保佑的，这不是的，那是假话啊，是你自己的心清净，把你整个体质啊恢复到正常啊。所以要晓得，一个妄想，一个妄念，一个分别，一个执着，都足以啊把我们正常这个生理的组织啊里面起了变化啊。这一变化呢，就变成障碍，那就是疾病的根源。这有了小病呢，天天想，想病，那个小病就越想越严重，啊，都是从心想生的。
啊，年岁越大说没有别的念头，天天念病，所以他病多啊。那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容易生病？年轻的时候他脑子这个病的念头很少，他不念这个，所以他就年老的时候退休了，没有事情想什么，专门想病。哎，所以这个病越来越复杂啊，越来越严重。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说为什么把念头转去享福呢？哎，这佛教给我们享福菩萨好啊，啊，不要去想别的。嗯，这是从这个地方，地是心想所变现的。啊，可以呢，心清净呢，这个地下就有这么庄严。嗯，我们再看下去。啊，说业业方面不宝所成，业业宝珠有千光明，业业光明八万四千色，应琉璃地如一千日，不可拘见的。经里面这些话，多半都是形容词。啊，形容。不是假设的，全都是事实。啊，实在说呢，这种地下的庄严，就是地下之美，摄之不尽的。啊，这个佛门常讲不可思议。啊，这是佛给我们略述。琉璃地上啊，这是讲地的表面上的庄严，啊，这是大家看的就更清楚更明白了。琉璃地上以黄金神，杂事见错以七宝界分机分明。这个神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马路上画的这些心啊，有这个意思啊。实在讲呢，这就是一套经上所讲的黄金为地呀。啊，这个地不是指大地，这个是路面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地上的道路路面呢，是黄金做的啊，黄金是铺马路用的呀，啊。我们这个地方黄金当宝贝了，人家黄金啊，像我们真的是柏油啊，马路铺马路用的啊，黄金为地，可见的人家那个地方资源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么路旁边画的那线呢，那都是七宝啊。啊，这个善导大师注的这个注的很详细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下面一段呢是讲空中的庄严。啊，夜夜宝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花了啊，这个花是花的意思啊。又似星月啊，悬出虚空成光台，楼阁千万百宝合成，玉台两边各有百亿花床，无量玉器以为庄严。这个佛在经上这样说，我们就想很难想象啊。啊，由此可知，这个第二关比这个第一关要难多了。啊，第一关比较单纯，已经啊相当不容易观成，何况这么复杂啊？这个十六关越往后面去越复杂。啊，是。
这个很难修学。这一段是讲的空中，那么这些呢，都是空中啊光的变化，在以前，是在讲从前人，要用佛法来说的，他们的善根福德因缘比我们深厚。为什么呢？佛讲这些东西，他们听了居然能接受，这就相当不容易。现在人听了这个事，他幻想啊，决定不肯相信。可是借着科学的发达，这个幻想逐渐的让现代人能相信的啊，这个光的种种组合变化，现在在电脑里面出现了，在镭射光里头出现了啊，能够把这个境界变现出来。尤其我们在外国看到立体电影啊，那我们晓得完全是假的，纯粹是光化的作用。但是你看，你说你感官当中确确实实是好像是现场啊，不是一个平面的画面，这个就是光的这个光化的一个作用。变得非常之美，非常之庄严，这个经上所说的，那真是亿万分之一啊，哪里能说得完全？所以我们从现在科技的发明，渐渐想到，原来西方极乐世界的科技，才是世界一流啊。我在外国劝一些科学家了，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个科技跟西方极乐世界相比，差太远了，小巫见大巫啊，这没有法子，这个比拟啊。所以爱好科学的人啊，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个阿弥陀佛最伟大的科学家。这都是真实的。那么在我们现在科技可以变的花样没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多啊，没有这么美，但是逐渐的也在开始了，在萌芽的时代了。虽能够变呢，所以它不能够圆满啊，只能够满足我们部分上的这个享受啊，不能够得到真实这个圆满的受用。西方极乐世界则不然了啊。我们看底下一段经文，说大众清风从光明处，古此乐器言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我们这能够看到光，能够看到听到乐啊，光与乐我们这个能够享受到啊，能够娱乐我们的耳目啊，不能叫我们破迷开悟啊。西方世界这个静观呢，可以帮助你破迷开悟。他说法了，不但音说法了，光也说法，这个就非常
不可思议了。这个一段呢，我们看143面，倒数第三行，从第二个字看起，五，这是这一段经文的第五个小段，从八种清风下至无我之因以来，就是这样的这一段，证明光遍月音，转成说法之相。那么由此可知，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是佛说法、菩萨说法、诸上圣人说法，乃至于六尘都说法，你眼所见的、耳听的、鼻嗅的、舌尝的、身体接触的，无疑不是佛法。所以我们要问，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会不退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十方世界修行人为什么成佛的时间要那么长？就是你进得少退得多，你会退转。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会一生成就，成就那么快？道理就是它不退转。为什么不退转呢？退转要有缘。西方世界没有退转的缘，你六根所接触的都帮助你成就你的道业，没有妨害你，没有障碍你，你就容易了。我们这个世界退缘太多了啊！昨天晚上我讲完经之后，有两个同修啊来找我，有问题来问我。我说什么问题啊？他说有一个法师跟他们讲，劝他们不要发愿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说为什么？这个法师讲，你们这些人通通都往生极乐世界了，那这个世界是这么多这么苦的人，谁来度他呢？是我们应当发愿呢，来生还做法师，还做居士，要度这些苦难众生。这个听了很有道理啊，没错啊。其实，十方世界一切诸佛菩萨都劝我们往生净土。假如我们头脑冷静一点，我们是听佛的话呢，还是听这个法师的话呢？我们跟佛学还是跟人学呢？这都叫退缘。明明你这一生能成就了，他一把把你拉回来。拉回来什么？搞六道轮回呀。话说的是没错啊。事实不如是。你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能够保证你来生还得人生吗？你能够保证你得人生还能够闻到佛法吗？
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所以你自己冷静去想一想，得人生的条件是无界十善啊！你自己很冷静的、很客观的，给你无界十善打个分数，至少要打80分，来生呢才可以得人生啊！如果打60分呢，不太可靠。假如你那个分数打得不标准的话，要堕落，很难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地藏经》上说的，无不是罪也。换一句话说，不得往生，堕三途的机会很大。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讲，人死了就做鬼了。那鬼是三恶道啊！你去问人，人死了以后，人死了以后都变鬼了。六道里头，他不说人死了来生又做人了，人死了升天呢，他要说人死了都是做鬼了，这不能说没道理啊。确实。人死了大多数啊都到鬼道去了。鬼道怎么去的？贪心去的。佛给我们讲啊，贪心变魔鬼啊，嗔恚堕地狱啊，愚痴变畜生啊。这贪嗔痴叫三毒烦恼。不管你贪的是什么。我们学佛的人呢，对这个世间五欲六尘贪心呢，确实是减少了。贪图佛法，还是贪心呢？贪心变恶鬼呀，没有说你把那个贪换个对象，你就不变了，没有那个道理。不过是换个对象的时候呢，变恶鬼呀，那个鬼可能多享一点福报。因为什么呢？你贪的是善的，贪的不是恶，贪的是恶，那个鬼就很苦；贪的是善的，鬼里头还可以想到一点福报。总而言之，沾到贪就是恶鬼道的业因。这个一定要知道啊！由此可知，西方世界是非去不可了，不能不去啊！不能够听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呢，就把我们的信念打掉了，那才真的叫大错特错。那么有些人讽刺我们。修西方净土的心量都很小，自私自利，都不发大慈悲心呢，去普度众生。我们听到这些话了，也觉得很有道理。其实似是而非，为什么呢？他度众生呢，他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哪里能度众生呢？讲经说法谈何容易啊，没有那么简单的。古人讲啊，错下一个字的转语，度500世也无甚。讲错一个字，你要讲错一句，要讲错一部经，那还得了？这个罪过可大了啊！那我们要问，到底有没有讲错呢？10个人当中，
讲错的不少啊。如果我们用很客观的来观察，这个比例相当之大，尤其在末法啊，十之六七，十之七八，应该是有的。真的是难呐！啊，古时候修学认真，红传严格，过错要少得多了。啊，古时候以这个著作来说，啊，著作一个是注解经文，一个是发挥经典里面的道理啊，理论的方法啊，所有著作不外乎这个两大类呀。这些著作必然是经过当代第一流的高手，他们看过，他们来鉴定啊，鉴定认为没有错，可以流通了，这才把这个著作报告皇帝啊，皇帝以命令，就是叫圣旨啊，啊，准许他流通，这才可以流通到外面去啊，给大家看了，要经过这一道手术啊，啊，国家在那里管制啊。现在民主自由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没有人管了，没有限制了。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是非邪正的标准失掉了。我们学习不信误入歧途，伤害的是自己啊，吃亏的是自己啊，自己吃了亏还罢了，再要辗转传给别人，那你这个过失就更重了，你要负担因果的责任。啊，我说话有的时候会得罪很多人，但是又不能不说，所以大家很冷静地观察一下，在这个时代，出家人的修行不如在家人。啊，如果你要是真正问原因，我刚才统统讲过了。啊，出家人一个不小心误传了佛法，这个过失就重了。啊，从什么地方看不如呢？从往生的瑞相看。啊，在家同学有很多修得很好的，啊，我在这个一生当中所看到在家修行人欲知时知，不生病而往生的，站着走的，坐着走的，统统是在家人。啊，出家人没见到，出家人走都是生很重的病，走的时候人事不行啊，迷迷糊糊都是这样走的。啊，所以诸位要明了
最后这一招啊，是决定不能骗人的，是瞒不了人的啊！你一看他怎么走，这才真正的知道人家是什么功夫，什么样的境界啊！在家人自己老实念佛了，没有去弘法利生的，他这个不会害人的，不会误人的啊！尤其是念佛人，遇到人劝人念佛，决定不错，决定是正确的。啊，像昨天来给我说的那个法师劝大家不要往生净土，这还得了啊？这个不得了啊！啊，你修得再好，这一个误导就不得了啊！断送多少人的法身慧命，耽误多少人呢？这是无量劫难得这个因缘。你把它破坏了啊！这必须要负因果的责任啊！这些希望同学要冷静地去观察，去体会啊！我说呢，也只能说到此地为止了，再说就麻烦大了啊！是啊，不能再讲。那么我们看这段啊，大师的开示，我们把它念下去啊，这个143面啊，倒数第三行，从八种情况下至无用果之因以来啊，证明光遍月因转成说法之相，即有其三。一，说明八风从光而出啊，这个风是从光里头变现出来的。第二呢，风光即出啊，即古乐法音啊，这是我们常讲的天乐啊，这不是人工去演奏的啊，是自然而发现这个音声。第三呢，名邪说四道四真恒沙等法啊，可见的这个经上所说的是乐说啊，乐举啊，一两端啊，啊，经上讲的苦空无常无我，苦空就是此地所说的四道啊。是凡夫四种错误的观念，凡夫执着这个世间有常乐魔境，佛说没有，无常无我，只有苦，只有空，啊，苦空无常无我是佛说的。凡夫的观念看法呢，正好跟这个相反，把苦当作乐，把空当作有，把无常当作常，把无我看作我。底下讲恒沙等法了，无量无边的法门啊，这些法门总而言之，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故佛净国度的真相，六凡染国度的真相，
全给我们说明。下面是赞业，这个赞是善导大师做的啊，安乐国清净啊，安乐国是西方极乐世界，常转无垢轮啊，垢是污染啊，转就是说法，以种种的方法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帮助我们立然得净啊，得清净心啊，一念即一时，利益诸群生啊，一念是时间极短，极其短暂，一时是这个一念的延续啊，就是相续，念念这个意思就是念念无非是利益众生。就下一的来说，是利益西方极乐世界现前的众生。就广义来讲呢，是利益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赞佛诸功德无有分别心啊，只有一心一念啊，这个赞佛诸功德怎么个赞法呢？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是总赞，这一句是圆赞，是圆满的赞。像佛给我们讲经说法啊，给我们讲无量寿经，给我们讲观无量寿经，这是赞叹，这个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再加以解释啊，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啊，无量寿经是解释这个佛号的，观无量寿经也是解释这个佛号的，乃至于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还是解释这一句佛号的啊，不仅是释迦牟尼佛，十方一切诸佛所说无量无边法门也离不开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才晓得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观顶法师说，世间重罪，所有一切法门都消不了的罪业，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消掉了啊。可惜的是一般人不相信，那就没有法子了，不相信不知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不晓得他有这么大的功德啊，无有分别心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能令速满足，所以说快速啊，功德大宝海啊，大宝海都是赞叹，都是形容啊，这句什么是你自信圆满的德能全都显现了啊，与阿弥陀佛与诸佛如来无两样啊，啊，这个就是圆满的功德啊。幕后这一句呢是总结